拿这边来，我用 AI 写了的文章，我其实已经用 AI 写了好几篇文章了啊！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文采飞扬的，而且洋洋洒洒写了一堆的啊，去啊。 第一篇文章是我去那个就是啊、呃、阳光阳光海岸之旅的时候那些文章哇写的他是这样 AI 怎么写呢？很多人问说 AI 怎么写文章啊？我现在知道了，你把一些关键词放好，比如说这个这一篇 AI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这一篇 AI 的话，我就发现了，就是即使在我们的盖特上面那个 AI 写文章这篇文章，我就发现它出了一点状况的啊。比如说我这里面就写了一个七哥啊，七哥说还有是未接种疫苗，还有战友，我关键词啊，然后说感恩上天，然后呢放下生死，这个都是我写的，然后我说是喜悦的，然后。 就这么多，我就写了这么多关键词，我就再点一个 AI 写作。 AI 写作，AI 写作以后呢，它里面会写你是要什么主题？你要更加有趣，你要更加严肃，你是更加要有参与度，还是你要更加时尚，还是你要更加有更多的信息量的？我一般会有更加的 engagement，怎么翻译啊？或者 information 更多的就信息量，或者更多的一个参与度的。这个我就选择了，就是更多的那个就是 engagement，就是你更多的需要它在里面帮你拼凑的啊。它一开始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以前的文章都写的非常好，我都不要修改。但是这篇文章我修改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篇 AI 写的文章我为什么要修改。 大家来看一眼啊，看一眼来对比一下这篇文章，这个是最后我修改过的，修改过的我就说齐哥说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战友们，对吧？我把没有修改的给大家看一下，上面的那个是我没有修改的，就是 AI 出来的。大家来看到它有什么区别？来看一下啊，它中间还出现了一些信息误导呢。这种信息误导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，哪怕在 ChatGPT 上面，我们这个 AI 里面，我是第一次发现了跟疫苗相关的，它出现了信息误导。你看前面都一样，它是这样说的。 七哥，那些还未接种疫苗战友们一样的啊。下面这个是我最后发发布下去的，大家看一眼，赶紧感恩并与啊天相连接。我是为了我，我感觉我就把它稍微改了一下，我说赶紧应该是感恩并与上天相连接，让自己的心灵一亮为快。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啰嗦了啊，我想放下生死，对吧？在一旁放下生死，在一旁的担忧，就是你放下生死这种担忧，然后呢，让极大的喜悦带领我们一路前行，这是一样的，就像星空下寻找北斗七星一样。这句话是他给我加进去的。 呵呵，<laughs> 我是没有写北斗七星这个任何的这个字样的，他居然还给我写了北斗七星，我还说蛮好。但你看他最后一句，看最后一句，罗马里奥看好、哦、啊，啊，Myos number one，看好最后一句，他说什么啦？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轻松愉快的疫苗接种之旅吧。我们都说要不打疫苗，他说要我们开启去接种疫苗之旅，这是我们这里面的 AI 写的哦，所以你就知道。 任何地方的关于接种方面的疫苗这一块，它都还是认知度上面都是让你接种疫苗的，这就是 AI。我看了一眼，我把它修改了，对吧？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轻松愉快的修行之旅吧。所以你再看，只要有到有到疫苗这种啊方式的啊，我想后面的 AI 它肯定也是有一个人工编辑在里面嘛，对吧？这我不太懂啊，技术不太懂，但是它出来的文章，这个是第一次我发现了，它居然信息相对有。